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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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猪猪，你家来了！哇，好酷啊，飞起来了！有趣的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呀？我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跑马。跑马？对。你觉得就是有趣在哪儿啊？有趣在就是他跑的就是那个马的他那个动作特别好看，是吧？对。我看你这还带着望远镜专门为这个准备的是吗？对。看的效果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开心吗？开心。这个是我们各个旗舰市区的特色产品展览的地方，一会儿我们去看一看。生活的火化石有8000年的历史，我编的，我爷爷编，爸爸编，我编，我儿子编，我孙子编，已经5代了。马鞭子，感觉咋样？感觉很好，非常漂亮，非常漂亮是吧？非常好，第一次来是吗？第一次来，第一次来，以后还来不？继续。我超开心，不光是因为看到了非常精彩的赛马比赛，还有就是看我买到了好多可爱的文创产品。更开心的是，我在逛集市的时候遇到了好多外地来的朋友，他们都对我们科尔沁文化非常的喜欢，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到我们通辽来感受科尔沁文化的魅力。